我现在就在组团上春晚的后台呢。啊，你看你大姑娘我啊，依旧穿着这身保安服，帅不帅？哎呀，对吧？这次吧，我是代表保安过来参加的这个节目，同时吧，这里边还有很多行业的佼佼者啊。对了，你让我二姑姑把鞭炮准备好，只要我们的节目一出现在电视上，你就把那小鞭儿啥的都给我放进来啊，爸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先帮我们审审节目啊，爸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北辣妹，伸手。哎呀妈呀，这家给我爸摔的。隔壁组选手的节目，回家我再跟你说啊。干啥呢？啊，干啥呢？都给我站起来！不，你倒是站起来呀！不是，你们谁有空搭把手给我拉起来呗？搭把手。哎呀，害怕！你说你仨一个个一天栽愣的啊！大家一说一哼哼，一说一哼哼，一天还多长时间了？一个礼拜了吧？那怎么一到这就拽，一到这就卡呢？我觉得我们俩没有问题啊。嗯，那有问题的是啥意思啊？赖我底盘子大，给你俩甩飞了。你俩咋不说自己重心不稳，给自己整丢了呢？哎，你怎么推卸责任呢？本来就是你。我也没听到，就是，能不能别吵吵了？我刚跟我爸吹完牛，我还在那叭叭的告诉他敬请期待呢，还我没想到你们几个是真把这节目给我往死了里整啊！要不也别叫东北辣妹了，行不行？啊！我现在瞅你们仨哈，这一堆一块的，我都想哭着呢。哭啥呀？别着急，在婴儿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。快睡吧，你给我起来！睡什么？我睡，我心咋那么大呢？回去给我站好了。我怎么能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呢？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这个团队现在出现非常多的问题，自己都好好想想问题出现在哪儿。很明显的，你的眼光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？你说咱们好不容易组个女团，那形象身材啥的是不是得像我这样卡卡的？结果现在这队形呢，啊，那个月嫂我就忍了，那个大地缸是搁哪淘腾来的？别跟我面前吹！哎哎哎哎，找打仗啊！找打仗啊！我问你，行了，能不能别吵吵了？我求求你们，行不行？能不能提点建设性的问题？作为队长，我先说啊，首先排练不认真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觉得队长有问题。哎，我有问题，我过来，小心，看着没，秀芬，两个白眼狼，嗯啊，我有问题，没关系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平时一直提倡民主，现在呢，既然有两个人对我的身份有疑义，那你们可以重新竞选队长，现在同意重新竞选队长的站那头，你过来，哎，秀芬，秀芬。啊，你都副队长了，你过去干啥去呢？我寻我再搏一下。你走吧，走了你就再也别回来。行，都想当队长是不是？来，你们仨告诉我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当这个队长？我先来，我认为这个队长应该由我们的服务员来当，因为我们的态度最甜美。每一次当尊贵的来宾到我们这儿用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笑容。每一次当尊贵的来宾结束用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百灵鸟般的嗓音跟他们说上一句：欢迎下次光临。回家。行了，这个队长啊，还得是我们厨师来当。为什么？你看呢，我们每天在后厨跟那些锅碗瓢盆在一起，那就是美妙的厨房交响乐呀。厨房交响乐，咚次大次咚次大次起锅。